你说啊，你说了，我去拿，请他们拿档案过来。你说。我的合作伙伴杀业很重，也影响到了我。我想解决这个问题。对啊，现在看到一头牛啊，看到牛啊，牛就往前顶了，顶了就是狂奔呐，狂奔呐。他带来的牛不亚于斗牛场上的牛啊。那这句话意思明白了吧？他带来的很猛的一头牛啊，对，就是牛啊，顶在那个角啊。第一句话就是说，我看到一个牛嘛，他带来那头牛啊，不亚于斗牛场上的牛。斗牛场上不是很厉害吗？如果不亚于的话，就是不比他差的话，那个就很凶猛的一个牛，他带来的呀。哎，刚才所以我说不要讲蛇嘛，那都落点上了，现在是看到牛了。他的那个牛啊，他简直是说牛魔王啊，简直是牛魔王。牛魔王的意思就是管理那些牛的，他简直是牛魔王啊，就是搞了很多牛啊，搞了很多牛啊，哈，一次一次都在管牛，但每一次都管错了。牛魔王啊，曾经交他一个任务，叫他管牛，但管牛并不代表叫杀牛啊。直接的管理啊，他是牛魔王，不是，他是接到牛魔王的指令，或者有牛魔王要求他管理牛，但不是叫他杀牛，明白意思吧？管理和杀是两码事啊。就是这个对要求他，这个他是指刚才他带进来的那头很凶的牛呢，还是指这个我这个搭档本人？哎，我说的那个搭档啊，现在我就是说的那个，目前看来是说搭档。搭档啊，曾经的牛魔王啊，曾经的牛魔王叫他管理牛，但没叫他杀牛。但是这个家伙啊，也不知道怎么搞的，他总是在杀牛啊，杀牛啊，难怪啊，我说他那个杀牛啊，那个我说杀牛杀的好看上瘾的呀，好像上瘾的呀，嗯，好像上瘾的呀。所以啊，牛魔王啊。牛魔王在其他头发，他都不知现在有没有秃顶了。牛魔王，对呀、啊，那就对上了那牛魔王那他头发呀，要把他提走啊！他就这样上牛搞下去不对呀、啊，所以说头发是吧？那我又我数这条，你看对得上了呢，我不是瞎说啊！牛魔王其他头发呀，牛魔王啊，牛魔王，其他头发。现在你呢，尽情的听我讲，就是后面再说怎么解决。我们先听他讲，因为，毕竟还隔了一层嘛，看看他干了多少事情啊。嗯，然后呢，他还杀蛇啊，他还杀蛇啊。在杀蛇的时候，那个我看到那法海和尚了，法海和尚那边说阿弥陀佛，我没叫你去杀蛇啊，我只是叫你管理蛇啊。叫他管理，管理的意思也就是没叫他杀，反正也没叫他杀，我只是叫你管理这个蛇啊。哦，然后天上我看到那嫦娥啊，对他说，我叫你去管理鸡啊，没叫你杀鸡啊。你现在你说句话，看样子这个人总是把事情理解错。哎，看来这个人总是把事情理解错。哎，因为他可能不知道这个事啊，他可能耳朵聋了，耳朵聋听不到那个天上跟他说啊。所以你跟他说啊，牛魔王叫你只是管理牛，不是叫你杀牛的。牛魔王叫你去管理牛，不是叫你杀牛的。嗯。牛魔王只是叫你管理牛，不是叫你杀牛的。牛魔王只是叫你管理牛，不是叫你杀牛的。哎，管理牛和杀牛是完全不同的概念。管理牛和杀牛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概念。哎，然后你这样说，你左耳朵还是好的呀，你怎么听不见呢？你左耳朵还是好的，你怎么听不见呢？他右耳朵有问题啊。哦，他右耳朵有问题。哎，你不知道这个事啊？
知道还不知道？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他右耳朵有问题，好像听不见，左耳朵好的，右耳朵不行。那么你就趁着他的左耳朵说，你还想你牛不忙啊？叫你啊，管理牛不是叫你杀牛啊？牛牧王是叫你管牛，不是叫你杀牛。你如果继续杀下去的话，牛牧王会把你踢走了。你如果继续杀下去的话，牛牧王会把你踢走的。他踢他就踢到头发，所以你说那个头发都掉了吗？一直在掉嘛，是牛牧王踢他头啊？是他自己做的，他头发老掉。对呀、对呀、就是被踢走了嘛，踢他头发，在一年踢头嘛，就把头发踢掉了嘛。然后你继续对他说，法海和尚只是叫你管理蛇啊，法海和尚只是叫你管理这个蛇啊，没叫你杀蛇啊。法海和尚只是让你管理蛇，没叫你杀蛇。哎，你怎么又搞错了呢？你怎么又搞错了呢？嗯。然后你说嫦娥只是叫你管那些鸡啊，没叫你杀鸡啊。他好像那个人的悟性不好，就是对那个生命这个，对生命那个很麻木。他好像悟性不好，悟性不好，对这个生命很麻木，对生命呢。对，他好像很对这些东西很不以为然，他认为都是骗人的，都是很，反正就是完全就是哎。然后您对他这样说，如果这样下去的话。我同你一起合作的话，我自己都会蒙羞啊。如果这样下去，我和你合作，我都会蒙羞。嗯，然后啊，如果是问起我，别人问起我，我的合作伙伴是谁啊，我都不敢提你的名字。如果别人问起我的合作伙伴是谁，我都不敢提你的名字。嗯，难道？在那个人家眼里，你就这个是真的是个屠夫啊，超级屠夫啊！在人家眼里，你真的是个屠夫，超级屠夫。嗯。如果这样的话，我真的离你远点了。如果真的这样的话，我要离你远一点。嗯，离你远，离你越远越好。离你越远越好。这时候那个。早餐，对，我的早餐，你的晚上吧。那个观音菩萨又来了呀。观音菩萨来了，观音菩萨本来吧，前阵一看他在那边，他的话还松一点呢。观音菩萨都怕他呀，本来要往那个方向走，一看他在那边，他半个松了一点，绕了一下子绕过去啊。你说，菩萨都怕你啊？菩萨都怕你。哎，菩萨都怕你。哎，你身上有很浓的血腥味啊！你身上有很浓的血腥味。哎，真的杀业很重，我们还没真的没说错。哎，你身上真的那个血腥味很重啊！你身上真的血腥味很重。我是很想替你赎罪的。我是很想替你赎罪的。但是我，你是你，我是我，我也无能为力啊。嗯，这个是啊，自己的命运自己掌握。自己的命运自己掌握。如果你是我家里人的话，我现在就磕下头向老天忏悔道歉。如果你是我家里人，我现在就跪下跟老天磕头忏悔，请老天原谅。但是我替你做了，你自己不敢挣的话，我做了也是白做。嗯，你说现在搞得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了。现在搞得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了。嗯，我现在能做的就是离你远一点。我现在能做的就是离你远一点。这里边找到一个答案。首先第一条，因为这是他的杀业啊，看着这个杀业，比你看到的严重的多，就是他以前一直在杀，
不光是在你那个餐厅里边，如果只是在你的餐厅里面杀的话，你还可以去帮他承担这个责任以后，哎，还能帮他解决点，因为他的杀业太重了，那个好像那也前几次也一直在杀，一直在杀呢。前几次也在杀。哎，对，是的，所以那牛不完都找他嘛，好像一点悟性都没有，搞得那个耳朵也，那个右耳朵都有点聋了。哎，然后你说无论怎么样，我找怎么样？哎，我找到机会还是同他谈谈。我找到机会还是同他谈谈。嗯，你说，在我的餐厅里发生的那些杀业，是我的责任。但是啊，其他的地方发生的事，杀业同我没关系。但是其他地方发生的杀业和我没关系。哎，你说我已经洗心革面了。我已经洗心革面了。我已经投靠到那个观音菩萨这边了。我已经投靠到观音菩萨这边了。对啊，你还是由牛魔王管着你。你还是由牛魔王管着你。哎，现在你发现吗？那个就落差太大了。一个是牛魔王在管，一个是观音菩萨在管。那这个时刻一看的话，那个差落差太大了啊！落差太大了。然后，听着心里有凉凉的感觉。那个怎么办呢？那个，因为那个你也不能替他做这个事啊。因为你即使替他做了，明天还在杀牛，还在杀。现在你能做的就是找机会尝试的，但不是必须啊。就是如果有可能，就再谈谈这个事啊。如果听得进就让他做点改进。如果实在听不进，也没办法了。哎，他不相信这些。哎，对，也就是不相信这些的话，就是你已经做到了，同你没关系。所以呢，你说完这句话了以后，突然一下子啊，你像浮起来，你又那么高了，就像你的那个叫什么地位高了，那个地位是不是？不是社会地位，而是那个人的品味一方面，就在宇宙里边，这地位比原来高了，明白意思了吧？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说，你从他讲完，刚才我们从他讲的这些，从他沟通的这些，表明了就是你把那因果啊，个人的承担的责任呐、啊，分清楚以后，就是。你是一个很清白的人了，而且你也承担下了在你餐厅里发生的杀业，你都揽过来了。但其他的不是的，但你揽了这个责任以后，反而就是，解脱了，你解脱出来了，哎，从个杀业里边解脱出来了，解脱出来以后，一下子是，比如他那么高的话，你已经不是在他同位水平线上了，已经在那个完全比他高的那个，就是他如果这么高的话，你已经完完全全是在他那个不是在同位。不在同个细胞线上，也不是同一个，那个也不是同个水平，这个是怎么讲的呢？我眼前是看得见，我不知道人家怎么描述这个事啊。就是你像是相当于超脱了那些，但是他还在原地那个，还在原地爬呢，还在那个泥潭里面呢。然后你尝试啊，在地盘上尝试对他说啊，那个牛啊。那个牛啊，之前一直没有顶你啊，但不是牛不想顶你啊。这个牛之前一直没有顶你，但不是牛不想顶你。而是他们看在牛魔王的面上没有顶你啊。而是他们看在牛魔王的面子上没有顶你。对，就是那个牛魔王好像是他的老板，好像就像有点这样的关系啊。但是老板没叫他去杀牛去，只是叫他管牛啊。所以那牛呢？还没反抗，所以呢，目前看起来呢，他还没有，目前还没出什么大事嘛，就是、啊。但是呢，一旦发生的时刻就没救了，就在说发生哪天就发生了。为什么？那牛啊，都在积蓄能量，那些牛啊积蓄能量，一下子如果不管他的事，一下子冲上去的，他就完蛋了。我知道。就是说现在他还，还没有向他进攻，所以呢，他现在看起来还没什么大事情。但是不是说牛不报仇，他们在积蓄能量。那他们也想了，或者等到那个牛不管哪天打瞌睡的时候，就一下子冲上去了。
哎，对对对，神仙注视了，那因为他怕牛魔王看到嘛，那牛啊怕牛魔王看到。现在牛魔王是管牛的，但是中间放着他在管理，中间不知道怎么隔，他隔在中间了嘛，所以那些牛啊也不想那个让牛魔王看到，他们出来反抗嘛。但是万一哪天牛魔王在那个打瞌睡的时候，他们就一下子进攻他了。那这个包括那个现在是看那个蛇啊，蛇啊也是同样的，他不是说不想对他进攻，而是看在那个法海和尚的面上，他没动他。但是一旦那法海和尚打瞌睡的，都讲的灵魂了啊，法海和尚打瞌睡的时候，他就一下子向他进攻了。包括常委那边都是这样，啊，你只能说我看到这一幕了，哎，我看到这一幕了。那现在我看到这一幕后面的事情，你说怎么办呢？因为我不知道有好多事情我不能强求，他的责任不能强求给你的。然后你的责任你搞清楚了，反正在你餐厅里的认下了，责任承担下来了。但是他自己发生的事情还得由他自己来承担。牛牛在那边呢，第一幕我就看到就是牛啊，就有点像牛的，对呀，然后你试着跟他说啊。我们人呢，挣钱的方式很多。我们人挣钱的方法有很多。但是你现在挣的钱是在造业啊。但是你现在挣的钱是在造业。你这样下去怎么办呢？你这样下去怎么办呢？他好像那个耳朵听不见，特别是右耳朵听不见，完完全听不见，他已经把右耳朵堵起来了。他就是故意这个堵起来，有点那个临界来说是故意堵起来，不想人家听他说杀业不杀业的事，他不想听这些。好像他的那个前世，因为他自己堵的。对呀，那那那，对呀，他就把这个耳朵都堵起来了，这个耳朵啊。那怎么办呀？就你只能做好你自己了。如果这一幕啊，今天到现在呢，就看清楚了，他带给你的，在你那边带给你的什么几样事情啊？一个牛的事情，一个蛇的事情，一个鸟的事情，同他有关的。那个老虎是你自己的啊。老虎和老鹰是你自己的，这样至少我几次以后把那个真正分清楚了。好吧，啊，这样才行了，各干各啊，对呀，对呀，然后对呀，就是这个意思吧。然后刚才你也认下了你在，
认下来你在你的餐厅里发生的那些同他有关的，认下一个，反正你被他升华了，就这个事情了了，你知道吧？你认下这个账一个，你的账了一个，同他不是在同个层次上，不是在同个层面上了。这句话就这个意思呢。我就是我眼睛就跟的就是这样，你已经不是在他同个平面上了。但我这个不知道怎么描述才对，你知道吧？啊。决心哦。那么现在的情况就是刚才我讲的，把个人的责任分清楚了，把个人的责任分清楚了，然后呢，你的责任也承担下来了，然后其他的事情他做的就是他的事情，同你没关系了啊。这个不是叫悟性灵性，他的记忆挺好的，就是啊，他的背景是挺好的，背景呐、啊，背景这说的前世的背景呐、啊，但是不是搞到现在搞到这个样子，他耳朵都是听见这听这些都捂起来了，他怎么就不觉醒了？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人家都是天界的人。现在到了这一幕啊，我只能怎么讲呢？这个啊，这就是分清楚个人的因果了啊。我只能就把你的和他的分清楚啊，因为我本来要把他捞上来嘛，看这捞不上来，你知道吧？就是把你的那个责任了了，这一幕了了你的责任，然后就分清楚个人的责任。这个我也不能强加给他啊，但是我们看到了以后会改变，我们把这一幕提出来以后，想帮他的，慢慢会冒出来，明白意思吧？比如说我记这么一个例子啊，有的人一直说自杀，后来中间真的自杀掉了，实际上有的人不是他自己自杀是自己说说而已的。但那些小鬼啊，以为他真的要自杀，就帮他忙，把他自杀掉了。然后临界的原来真的分不清楚的搅和到一块嘛，今天我把这个人分清楚了，分清楚了的嘛，人家那个佛度那个有缘人呐、啊，万一哪个佛经过或者什么厉害一点的能帮他，我们让临界去帮他，或者让他自己觉悟。另外呢，我要听你讲了。原来你也同他想过了，他也听一点听不清的话，你再做这个功也是无用功了嘛，明白意思吧？那因为是他也是成年人了，又不是小孩的话，你还可能就是，多做点努力、啊。那成人的话，有他观念的话，那听不进去就没办法了。今天这一幕里面不是什么问题都没解决啊，只是说这是他的因果，就是你很难去介入他的因果，明白意思吧？但是因为在你餐厅里发生的事情呢，这个责任你已经揽过来了，一揽过来一认账以后，林姐反而放过你了，就是你这块已经放过你了，而且，有一句话，人家特别是到了后来要像什么去西方极乐世界什么之类的，人家这样说啊，这个也不是说谁想去能就能去的，就被那些沙叶如果拖住了话，你就起不来了嘛。也就刚才你那个一聊以后，你我说平面不一样，已经起来了，就没人拉你了，没人拖你后腿了，明白意思吧？包括投胎呀、投胎不是想投胎就能投的，首先他没欠债，如果欠债了被人家拉住了，就没法投胎了嘛。刚才我说的你不在这个平面上，已经出来了嘛，从这个意思就是你这里账已经了了，明白意思吧？实际上就这一幕做的就是还是你了你的账，然后顺便看到他欠了多少账，但还不是所有的账，明白意思吧？他欠的，只是在你他没看到他欠的全部账啊。对，现在我们做的时候是实际上
同你餐厅里有关的，所以我就跟刚才讲话的时候，强调了一句话嘛，影响了我，这句话你知道含义了现在。哎，对，我们只看到，就是说，在我这个角度能看得到的。哎，同你有关系的，就是同你开餐厅有关系的。所以呢，就是这里边，我告诉你，临盆呢能做一件什么事情呢？就是说，你的家庭里的，你的父母、你的小孩、你的丈夫或者什么家里的人，包括家里的其他，包括关系稍微远一点的也不要紧，你可以替他去做。然后呢，立业共同体也可以去咋做？你比如说，同时开了餐厅，有了影响可以做。如果不相干的人就不去做了，那明白意思吧？但是呢，这个人呢是不相干，但是呢也有点相干。我因为前面我知道有点相干，再加上一个是一个合作伙伴，有共同利益在里边，所以呢这一幕做了以后呢，要把你从这一幕里解脱出来。所以呢，我就叫你下了一句话，对我也有影响，明白吧？所以把你这个把你的责任搞清楚了。没有给其他暗示吗？没有，这个要靠自己的了。反正你那个你很圆满了，把你的那个解脱出来了。我知道你很想再能帮多少帮多少，但是呢，他如果不去做的话，就是只能就是说你再努力要去搞的话，就介入了他的因果了，明白意思吧？但我这一幕里边为什么记性呢？也帮你做了呢，因为我想到你们一起开的话，那个这个责任怎么了，我不知道。所以呢，刚才你要做这个的时候呢，我跟你加了一个，对我有什么影，对我也有影响，就对你也有影响。实际上就了你这一段时间的那些通过他造成的杀业，明白吧？嗯。啊。实际上那个就像刚才你说那个，就像法院判案一样。很清楚谁是谁的，就分得清清楚楚。那怎么办？我可以把这视频给他看吧，不过我估计他有可能看都不会看，嗤之以鼻。对，一个可能不会看，另外一个把你骂一顿，说不定也有可能。他肯定就是更生气。对啊，所以那就。对，而且你说的那个是把这个耳朵，把这个耳朵都盖上了，就是有人对他说那个那种事情，他刚才把耳朵盖上了，右耳朵已经盖上了。但是你说他在生活中右耳朵听力好吗？也会受影响吗？应该是啊。那还是就是说，他只是听到这种语言的时候，他的右耳朵不自觉的堵起来。对，应该是。所以对他来说感觉再怎么说叫他不要杀生的话好像没反应了，对他来说。苦中吃多了就知道。对啊，现在就只能就是说到了一定程度以后，真的那个被牛顶了，被蛇搞了，就是也就是说他一旦拿起倒下来的时候可能才会有所行动，人不到那一步啊，真的拿他没办法。现在你看明白了吧？这一幕，你的责任已经了清，这就叫因果，个人的责任个人承担，明白了吧？嗯。你呢，试图要跨过这个界限，尽量的帮他，但是后来就发现他不是那么好搞的。我排的时候就知道了。然后呢，这一幕里边呢，把你有关的已经了了，所以呢，说对我也有影响，就这句话的重要的性在这里边。然后呢，现在呢，你如果要帮的话呢，暂时还搞不定，只有他生病了或者什么他大的意外的时候，说不定哪一天他突然醒悟过来的时候，说不定能帮帮他。其他场合他完完全全耳朵盖起来了嘛，好好的时候同他一点用都没有，同他说的话。也好，这个能，如果他要临死之前能觉悟，其实也是好事。就像你讲的，就是有可能累生累世杀的也比较多，所以他的这个基础好像很，就是这个杀业的基础还蛮厚实的。
所以说那个，我说那个那次看到一箩筐的蛇搬过来，然后呢牛又追到你啊，那老虎追你的好像同他没关系，老虎追的是他。反正你要通过这些以后，你会一天天你自己会好起来。啊，你睡了觉以后，后面应该力气慢慢起来了。你毕竟被那个老虎追的，哼。没有关的，这样还在开着。我是跟房东讲，然后让中介也去找了。哎，对对对，反正你已经意念当中已经有下了这个决心了，只是收尾了，知道吧？哎，就收尾的期限，哎，基本上也知道了。啊，所以说，我就是说，平门的故渡嘛，已经这个决定已经下了，啊，好，那先这样啊，有问题有什么事我们再讨论啊，好，嗯。